现在毕竟两出局啊，有失分的一个危机，拉米狗呢继续维持，但今天是猛打的。想要做一哇，外角球打者挥，投球了，现在要继续关门。哎呦，这球打出去，安打。怎么这个竞争有这么激烈啊？这是个好球，好球，结果这球打到那一手的管区，还是选择变速球投得很成功。你知道那一球这样子门将魂上身这样子，哇，这球打出去穿了，这是一支安打。阶段比较信任的也就是只有吴成哲，挥棒落空。哦，这个变速球你说握是变速球握法，但这个路线根本就是只插球而已。突然间原本直直的过来就已经够低了，突然间再往下掉，这个位地球是个好球，打地球打出去一个高飞球，要看落点，追过去有办法接吗？接不到，落地，这是一下只剩一分的领先，而且追平分已经站在三垒了，还是采用这一局自己觉得掌握度高的落点圈有人的情况，打第一个球打得并不理想，郭彦文接球传来，比赛结束。